六十条，鸡腿排都在做演讲。外口一包准500，准600是安那？一条准10块嘛，一包就卖你500。我叫我花你500块，你免听听，你免听听，免来画画鱼啊，注意听。一人口罩一包，当然用我烧，多进好价，免500。200人，200人。哎，200块呀！鸡腿肉香肠200，我钱啊！来，鸡腿肉香肠这边价200。200块，200块。鸡腿排演讲200。哎，一包卖啊，卖伤济，卖一半哦。有伤济，卖一半的无？有收这要一半无？我摆用加多来交费，我买来卖200，再卖我拢有啊！来收起来，来感谢伊来。好来，收起来。白手啊，金手啊，白手，白手啊，什么来？中气，白手无俗啊！你真正知影啦？嘿啊，真正知影啦！这我看凊彩一只嘛500，凊彩一只嘛500。正现老的白手有兴趣的，阿姐你啊，拢可以敢食的了？阿姐啊，拢可以敢食的了？无几尾啦，无几尾啦，尾尔。干买好，水滑滑，有兴趣的无？阿姐，你买来啊，装给你，一杯准500，你买3000，2500了，2000多，总计2500。白酒嘞，这么便宜，一半1200，一半1200，三杯。白酒。阿姐，顺件无送，顺件无送咩？啊，顺件无送咩？你坐来买咩？你坐来买咩？哎，我三杯，哎，歹势。顺件无送啊咩？嘿，迄白手呢？你当个白，你当个红衫呢？嘿，迄白手呢？靠来啊，贵那么好？嘿，迄无甲你起价就袂歹啊，嘿啊！阿姐啊，我本钱2000，我赔2000，敢唔对？我本钱2000啊！你要？阿姐啊，进了你要？我得一斤7把。你看我六百块，你去帮我买下偌济啊？来，注意听老哦。等一下，他还没确定。鸡腿，阿姐啊，这只无共款，这脆皮的，这出脆皮的，一包20条。一包20条，我只讲我加一箱尔，我少恁只。一条鸡腿干，我看到一条卖偌济。6只啊，里面有6只。条啊，20块啦，20块10条200固定的。注意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20。一包20条，全部六个人计无啊，妹妹。一条我卖20块啦，是这样。偌济20条要卖400，我惊少一句恁只，食看卖啊，当个真当个钱。但是我是爱讲哦，这我来了，我拼哩，我就无去做工地啊。一人给我炸一包，等下起价，免400，300，300块。哎，300，你这样把球丢给我，300，我不知道怎么帮你做决定。300块，300，来啊，我讲啊，阿姐啊，我讲，六个人去，200，收下呀，一条俾我两个省啊，200，来200，来张小姐，200，我卖好几件小，200，还要吃吗？没，你敢买？鸡腿卷20条，200块。你敢有买？200块。有人转包买啊？这台来收起来。啊，你也买留住我做你啦。啊，那个切切啊，切切啊。啊，这样没给没给，我们会帮你。进人要留另外一份。啊，那个进人也要。进人也要。鸡腿卷。那个爹，你帮我装一点冰块。啊，不用。进人要帮你留3只哦。你要冰块吗？啊，冰块啊，不要啊，来冰块加500，好险你不要，好险你不要，这要鸡腿卷，好鸡腿卷，好，我要鸡腿卷嘛，200了，200块20条，我加，我加，我还没有还错，哦完，然后再进来呢，你讲拜喜吗？我记得你刚讲拜喜啊。我拜四叫好啊嘞！我拜四啊！我是讲你顶礼拜四我讲，我就讲拜四啊！我甲你讲拜四要咋？嘿啊！我讲会搞做会搞，我讲记条条你是咧？嘿啊！我连恁查囡也袂叫我知影。我啥物记无上清楚，我即个是记啊上清楚。我来下样来，我是卖这啦新产品啦。啊，妹妹我讲起哦，两手拿你金妹妹。啥物袂当袂记，就是恁查囡无记，我一定爱记来，恁注意听。啊，这啦。我先来讲一下，即我喊你来卖。啊，你当个用做啥？做比索亚去，食盐来打煎，用手来用好食，用煮汤嘛会使。但是我无建议你煮汤哦。即人个北部叫啥？叫凉雪啊。啊，嘛咱阮南部叫啥？叫醋兰啊。看者，我你看者，你煮比索要用烘的，外口加餐厅即搭烘着嘞，200几块。来，你今日醋兰人加注意听，一天准200，你若两顿叫下我就开400。来，你今日醋兰人加买400，买500，来要食人个300，你300块，300。我讲哦，加两手尔，我加上恁只。这两箱哦，妹妹，其他的两袋，我一袋准200，这两袋花你400，我花你300了，一袋卖你105了，这袋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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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看卖啊！食盐打煎，炊脯鸡拢好食，做比索也起码好食。外口凊彩一袋，餐厅咧用做比索也是200几块，这袋够你，
这个给你，全部五个人客，免钱哦，四个给你哦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来三百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包三百，三百，三，哦，一个卖你75块尔呢，你啊。对，四号人，我得了你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，小姐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哎哎，恁这三行一个贵啊嘞，恐怖，大地啦，妹妹变较薄啦，哎呀，都惊啊，笑你啊，不会老啊，哦，我画物件，我不爱画，我不爱画第二个、第三个呀。是七块，三块了，三百了，三百块。来，起来！今天啊，今天厉害。三百了，三百块。起来啊！好啊，姐。来来来，我叫两个。哇，好不好？开始。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啊！我见了，我见了。好，叫到你下。好啊。我无想要花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无我实在，这个物件要赚钱，足简单嘞，别个唔尔啦。无想要花第二个、第三个啦。几块啊？三块啊。无啦，两块尔啦，两块。你看、啊、这个外屠龙宝刀嘞，他、啊、这个外屠龙宝刀嘞，他要他的原味弯刀，原味弯刀，哎、欸，妹妹，他大地嘞，要求啊，今天卖你不到50块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大家，我买来无，三百了，好，你快进来，三百，进来，有人走，有人走，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比说要几多只啊，不要骗了。上坡姐干么？300块。上坡姐上坡干么？好，大哥过来呀。好价。70、28只带过来。哦，上坡姐下面啊，100号没有了。上坡姐100无啊？上坡姐100。上坡姐100。然后咩啊？100。后来下样来。后来你搞要，你无要检查，我该介绍一个物件，你明仔买。你上恁只全部人上恁看一个，真正无货啊。特殊产品啊，来。都有。一下把那个。那不是卖箱了吗？妹妹，卖物件哦，什么物件？讲什么物件？我爱讲啊，袂晓安尼，剩安尼尔。哦，这恁家隔壁恁家好厝边啊，富城虾羹。来这只食无虾啊，做你寒天是拢无要紧。你莫讲卡，你莫来找我。你卡在公司卡了，干焦了啊。恁台南上有名的富城虾羹，我好一条偌济？一条45块，50块卖，大家拢知影。来，你今仔食虾羹的人家注意听，一包10条啦。七十条，要开500还600，要吃人家注意听哦，300到300块，三百，三百块，富城虾羹，保证吃到虾啊哦，听好啊，一包10条，我花300，无贵啊，真正无贵啊，保证吃到虾啊，吃看卖啊，变300，200了，200，哎呀，买够呀，富城虾羹什么价？200，哼，对啊，今天好，美美早，好久不见了，听好啊。一包你也吃无虾啊，做你看来，吃无虾去做你看来。我一条卖你10块，真正俗到边界啊！他不需要摸鱼啊，这都是老板娘在手上摸鱼。一条做事小就7.5块嘛，大家嘛知，10条卖卖死啊个。这包我寄送你，只要一包，你也吃来无虾啊，你一包留咧，你摆一台当退钱，全部五人个。200，真正好吃啊！你家做出只，只要40块，45块而已啊！这帮是怎？啊，这帮蛤蟆什么吃？免300，免200，100了。哎，100，好吃。100来。过来试下样来。试下伊啊！你那边过一水去啊？哎，你包只纯只。哎，包只纯只。包只老几分？老几分哦？你好老。我老，我老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秀儿帮你留好了哦，十点哦，等等，16，你多少买百只啊？亚秀，你多少买百只啊？亚秀，拢无伫遮，拢无伫遮哦。再个几只？再个4只，来妹妹先提钱先摇，先拿钱先领，加4只，我这边50块，50块，我的好，哎，秀儿，
大哥，谢谢谢谢。我最近较无闲个呢，我最近在做做我愈做愈思念你啊，一场无看你哦，艰苦我。我想要奇怪，我有一个好朋友人无来，来来，要什么？来妹妹，给你看一下哦。你今天在哪里啊？你帅无？来啊！来，你看一下来。妹妹，妹妹限量产品，你金妹啊！保安穿的下巴，有水无？有水无？甲你看，用你看，用你看，有水无？这个有大条，好起来参加行列三百。来，你今日穿个下巴，我穿下巴，人家注意听哦。一条我行列三百几公，来，爱借人家听哦，大条哦，大条哦，来要借人家，猫青猫八百，我行列三百几啊，来借两条哩，借两条哦，借两条哦，来借两条哦，来，你今日借人家要青猫八百，借两条哩，五百到五百块，五百五百。哎，五百。来五百，什么？借五百块，五百五百，从我下班什么借五百五百，讲你知啊？这地哦，买买过两手着，这地买买过两手着，拢买买过啊！你注意听好哦。我敢承认，足侪人倒来讨你问伊落啊，上无超过五个固定人家倒来讨这。这地有一个好处是哪？煎袂定，烘袂定啊！你当个用啥？红烧的、大煎拢好食，用烘的嘛好食。煎袂定、烘袂定也好处，你注意听好哦。我加两块花你五百，一个准你加五。所以啦，我从下巴一个里啊，我慢慢在在买啦。你家听，我从这来买半千啊。来，姜三块，姜三块。啊，你注意听好哦，大家拢知我固定百几只啦。加总三块，我花你五百，我一个袂花一百几块。我叫恁这两个恁妈买，我先装个试一看卖啊，煎看卖啊。只要煎落超车，拍只屁，做你赶来，我八点钟